农业焦点的关心，台北农山准下公司两只礼拜之内有200多连掉三年，任期的身体当作抢在果子，莫为何意？农会招新说明，最近因为天气好问题，抢在上海速度急，根本开始果菜市场果子摆连掉三年，由县通地农民来做认证，做了送到其他果菜市场去。本农表示，从休息前的多货量来看，农民这个提早责任，可是之后果菜市场的人就会停止轮休，加强竞争。上一班过后，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今日起始连跌了三年，也仅仅是两礼拜内第二摆连跌了的。上当月对应24聊到26，聊到三天农民都发钱呢。纯粹就蔬菜跟水果而言，到台北果菜批发市场只有40%，其实它还有其他的60%的通路。所以待会各位可以听到，比如说我们西螺果菜批发市场，它是一个产地市场，它只有休礼拜天，其他的照常营业。所以我们的果菜还有60%可以走其他通路。我们是一个果菜市场，是正常营运，我们没有休息。今日证实农委会动态清明，向前面各果菜市场代表来开记者会，希望说明先前身体迎战台北果菜市场，并了三年，大家气喷喷的问题来说明，还保证了水果后，供货同价是天朝为正常。昨天的交易量方面，达到将近2200公吨，也代表我们的因应措施在这几天执行方面呢，也获得了一个产地一个很大的一个配合。我们会建议各地方政府，而后不要再有连休三天，尤其是蔬菜跟水果批发市场的这个部分，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两个礼拜连休三天这样的一个情势。上摆被农连跌两年，引起其他微缩菜价跌到无价。农民讲，中央军可建议地方政府唔好了按动业，不过对农民来讲，抢菜果子生长无定义，今次出货的损失自家爱负责，一度是懊恼，唔止爱同万人讲。下个新闻，翻讲人气的人，台北报道。